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娜娜写的是什么了啊？啊，你说。我是这样的，我当时呢，听完以后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听到，脑袋一片空白。然后我当时就把自己想象着那个创作的那个创作人，当时我回到那个场景，我就写出了这一首歌。很文艺的。当太阳升起的时候，广告他推开了自己的温柔。当太阳升起的时候，他推开了一扇窗。他是想不开吗？我跟你讲啊，目前为止，正确率最高，谢娜。真假的？他最后五个字都是对的，开了一扇窗，完全是对的。我就前面一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我是这样的，哎呀，你们就不要跟我争了。其实羽泉老师早就看上了我，他们是要把你收了，免得祸害歌坛是吧？我后面那五个字都是羽凡老师提醒我的。他们非常希望我对了以后，然后选择我，你们就不要跟我争了。这是明显的暗示吗？对对对对，明显的暗示。这种自己写不出还要听老师那个的学生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，来请看。大门取代一扇窗，一道墙，泪眼开了一扇窗。好，各位，我们队长就放在心里，好不好？